对，曾毅，毅曾什么？曾毅就是曾毅，他今天蛮特别，跟大家讲过嘛，因为他是第一次来，然后他又害怕，然后他又报名了十分钟，然后自己强迫自己来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，再过一个这样，我觉得蛮有态度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所以希望大家用大家的双手真的来欢迎他来这边做分享，因为他很努力，很棒。我们掌声欢迎毅曾好不好？曾毅好不好？掌声欢迎曾毅，毅曾。好，各位大家好。那我在好，然后都有点紧张，好讨厌哦。我这是我自己为这一次分享下的标题，叫找到自己想要的，然后坚持。我发现在我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有分为两种，一种就会是像我一样比较有自己想法，会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然后就天啊，我一定要努力去做到。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未来要干嘛耶。那刚好我是属于很有自己想法，很想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前面这个呢，就是我自己的期许，我一定会把我想做的事情去实现它。那因为目前大学刚毕业，没有头衔，所以就很不要脸的帮自己挂上了这一个。对，我相信我一定会达成。谢谢。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念书，这是我。这个亨利·梭罗他是一个美国文学家，他上面说，如果你把楼阁建筑在空中，你的力气没有白费，因为楼阁本来就应该在空中。我觉得哇，我这好激励哦，因为我们都会觉得空中楼阁好远，我们没办法达到。但是看到这句话，我突然觉得超有希望的，因为我只要在楼阁底下打好地基就好啦，我就觉得太棒了。那后来我看到一个故事，就觉得其实不用那么辛苦的建一个楼阁，我只要找一颗魔豆就好啦。但是毕竟我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，我们没有魔豆这样的东西，那我还是必须要认真的学习，去找到打地基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个是我以前所想做的事情，很多我觉得这张图很符合我过去的那一些想象，我就觉得富士山好棒，然后那边就是有各种小溪流啊、小兔子、猫，就觉得这个世界很好玩，值得我去探索。那我到底想要做什么，我就每一个都去碰，每一个都去尝试。那去尝试了很多很多之后，我也曾经想过要设计，但是我发现我在高中的时候画了一幅画，我很开心拿去分享给我同学看，他们就说你这幅画根本不是高中生的程度，我就觉得太开心了，难道我已经超越我的专业水准了吗？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这应该是幼稚园的程度吧，我就瞬间好，那我以后不要走画画这条路好了。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职业的，大家知道这是谁吗？一片沉默。好，对，他是教授，他是在台上当老师的人。我不是想要当外星人，我是想要正式哈，是有人突然发现什么了吗？对，来自星星的你。我发现我想要当一个老师，但是我想当的老师他不是体制内的老师，我希望我能够去开创一个教育训练的公司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是因为一片黑暗，这是我的童年。有没有突然觉得有点沉重？那我替他加一点颜色。我就觉得其实我过去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父母他们忙于工作，那因为一些关系，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没有很好。我好像从10岁开始吧，我就没有跟她讲过话了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那这样环境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是很难过的。但是回过头来吧，我觉得感谢自己有这些经历，才能够成就现在的我。那就是很混乱，对，因为我在不断的像前面那个很彩色，我在探索自己。那更多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我到底要做什么？那我后来发现，其实黑白不一定很沉重，黑白它也可以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。我突然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过去的那些经历可以带给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可以让我有更多更棒的思维。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学习成长，这个是我在学校接了一个社团的社长。那个社团本来就只有5个人，然后我接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说天哪你不要接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这已经快要倒了。在我接之前他大概也是20来个吧，那后来一届一届轮到我这边我要接的时候他剩5个了，那其实实际上只有3个，因为2个是学长姐觉得很可怜，然后留下来凑数，这样不然社团就要倒了。那这是我在社团我们那个算是小聚会上面讲的。那我很开心，我很努力的经营这样一个社团，
后来开始有社团的朋友们出现，这是我们一起去吃饭的照片，那这个是我们办活动的照片。我觉得在这样的经验里面，我觉得很学到了很多，因为后来我是在朋友介绍的下接触一个那个什么组织行销，我就发现其实社团它的那个招生说明会找人进来，然后不断的去经营我的社团，让更多更多人加入我的社团，其实就是也是一种那种组织行销的感觉。刚好我的未来也很想要创业，我想自己开一个教育训练公司。好，话题再回来，为什么我会想要开一个教育训练公司？那是因为我过去童年有点惨淡，但是长大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很美妙。但是回过头去，我发现有很多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像是国中就一定要被高中分组嘛，就是社会组跟自然组，到了高中之后大学又有更多科系，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我在国高中的那个阶段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探索我自己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想成为一个老师，因为我的梦想是世界和平，但是我发现这个有点困难，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老师，我可以教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生，那这些学生各有所长，也许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目标。那所以我觉得创业其实就跟这个图很像，也跟我的社团很像，就是从一个人然后开始连接到好多好多的人。所以我的公司呢是希望能够针对国高中生，然后帮助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真正想要的，还有就是能够